来，老王，今天你吃大碗的，我吃小碗的就行。我吃大碗的。哎，别动！来来，我吃小碗的，大碗的你吃。还想蒙我？哎呀，老王，今天你吃大碗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惊喜，收到。你敢？给他准备的惊喜，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就知道这里面有好东西。这里面两个鸡蛋呢，你说的惊喜是这个吧？吃得上的酸辣粉和鸡蛋才最实在。我要是再长大，那我就是大傻子。这次不会再被老婆套路了。不相信我就算了，我先吃点水果，等你吃完。他终于吃完，那就该我吃了。老王，你吃完吧。那该我吃了啊。行。怎么藏着下面了？鸡腿儿。来来来，我吃一口来。不让，一会儿不让你吃，你不吃。